支撑前百金，单臂转360，支撑。每次他运动员在荡端的话，就可以猜到下面不是踢皮尔特的，就是这样踢皮尔特成旋锤。所以经常看比赛呢，基本上就能摸清楚套路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世锦赛之前会在网上搜各种视频，我们了解对手呢，就是通过这种方式。杜玉昕玩出来自己全套，他这套动作里有一个动作后上呈倒立的位置，因为跟倒立差的比较大，这个要扣一个大错的扣分了。其他动作完成的还是中规中矩的。因为中国的体操实力非常强，所以国内的全国锦标赛呢会吸引来很多国外的体操迷，不仅是来看比赛，他们还会专门拍一录自己的视频上传到这个网站上。这次就有一个来自爱沙尼亚的体操粉丝，他呢就听说他是会到不同的国家自费去拍那些的国家的国内的比赛，然后上传。这样呢，其实他也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推动了体操这个项目。